跟着你的方法对，你的方法走两，然后后面嘛，他就跟着那个，为什么可以了？赵总干什么？然后赵总想让他把那个关系转到好对象，然后一开始人家好像没转吧，好像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，那他现在好像还在做，收入好像。对啊，他现在说什么你将来都是变成副手的了，因为赵总他后面中间好像去搞规划了，搞规划了，然后那个将来怎么愿意干嘛，怎么愿意干嘛，人力有油，他现在他们俩目前就是整个副手干了。实际上以前叶龙和另外一个女的也是亲了一起抓进来的，后面那个女的做的，一个也还没有，那个女的天津的，天津的，一个都是弄回老家的，不然正常现在不愿意跟他对啊，他后面